诸位知道吗？台湾县台中关老老乡红山川的老乡岁数第六年红南部顺利了解参与这一团由主席委员金英达团长兼副主席委员杨水斌第五代表兼监察委员孙清泰发表了全体委员的讲由
西真有名，就是迄个祖庙。啊，早期咧，就是对这个大量安溪，啊，迄个游客啦。啊，整个咧就是讲时代啊，进步啊，这样进步。Thank you.